当原汁原味恶灵古堡重新与你我见面，究竟它会带来全新感受，还是成为另一场悲剧呢？我是嘉一，今天跟大家聊聊人设毁了一切的恶灵古堡首部曲拉昆市。剧情讲述拉昆市是位于美国的一个没落小镇，也是保护伞公司进行秘密生化实验的所在地。那保护伞公司的撤离使这座城镇变成了一个废弃之地，地表之下巨大的邪恶力量正在酝酿之中，而当邪恶力量被释放出来，幸存者们必须并肩作战，找出藏在保护伞下的真相，并设法活过这个夜晚。相信有玩过恶灵古堡的朋友们肯定对其剧情就不陌生啦，即便没有玩过恶灵古堡，至少也有看过前几年米拉乔瓦维奇版本的恶灵古堡。即便后面剧情开始荒腔走板，但在前几集的改编下确实引人入胜，愿意继续支持下去。索尼可能意识到之前的恶灵古堡无法满足真正的骨灰游戏粉丝后，他们决定推出原汁原味的恶灵古堡，除能够再次的推出自身的经典 IP， 还能够使粉丝再次的感受到正统恶灵古堡的剧情。那确实整体剧情有抓到电玩的精髓，前半段营造出极为惊艳的恐惧，透过远景与近景的切换，搭配上诡异又安静的环境，都会使人担心说会不会随时有东西出现。此外，经典的警局桥段与车在警局的门口爆炸，完美展现电影这次想要传递的讯息，一部让电玩迷彻底满意的作品。那即便前面有着杰出的表现，但在后头的丧尸戏份开始时候，真的使人感到满头问号。即便你是想原汁原味的呈现，但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改吧？当你都要改编成电影的时候，不就有空间可以发挥吗？怎么会使里昂完美展现出一开始傻里傻气的样貌呢？受众群除了有忠实的电玩迷之外，也得要考量到那些没玩过游戏的观众呢。在这样的呈现之下，真的会使人对里昂这个角色感到莫名的反感。毕竟现实社会里面，如果出现这种存在，任谁都会想要掐死他吧。整体演员的演技部分其实有待加强，除了女主已经有相关的演出经验之外，时不时会有一种尴尬的氛围出现，有时候看到一半就默默出戏了，这点是非常可惜的。那此外，最使嘉一怒火中烧的肯定就是那老到不能再老的打火机梗了。那个梗真的是连吐槽跟翻白眼都没有那个力了。当你知道僵尸要来了，你自然就会有个底，就不会被吓到嘛。但是过于刻意的桥段就只能够摇摇头，为电影带来不增反减的效果。接着就是不断赶火车的剧情了。既然 BOSS 都已经以最终的模样登场了，你不多让他展现自身能耐，一发火箭炮就送他下台一鞠躬，不觉得有点可惜这个角色吗？硬塞两条主线剧情的状况之下，还是先说好一则故事吧。总结下来，《恶灵古堡》首部曲《拉昆市》是部可看可不看的电影。那前面高分的表现却没能够延续到后头，使得观影感受不是非常理想。如果对电玩有情怀的朋友们，可以进戏院重温一下熟悉的剧情哦。我是嘉一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啦。